率团来到台湾交流，包括了当地相当具规模的湖南卫视，也来到台湾推荐新节目，还有新媒体业务，包括当红的节目《我是歌手》《爸爸去哪儿》这些艺人，还有幕后团队都登台演出。 歌手杨宗纬深情演唱，甚至张宇也同场飙歌。 这样的组合相当眼熟，不正是大陆湖南卫视招牌节目《我是歌手》的原班人马？为了来台推荐介绍湖南卫视的新节目，还有新媒体业务，连从没有开过口的总导演洪涛都现出处女秀。因为路过你的路，因为哭过你的苦。此外，还有人气节目《爸爸去哪儿》的童星也一起登台宣传。未来。 我们会赢得更，我们一起来打造，一起赢得更多的观众、更多的关注、更大的影响，为这个更大的市场。零距离的交流，让两岸媒体软实力能够有更多的接触，碰撞出新火花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